么什么那个招式怎么讲？剪刀脚，剪刀脚，不来了，差点没起来啊！他努力，他努力，他真的被缠住了。洗完，接下来是要下海了吗，教练？是的，下海。六个女生集体下海，我要下海了。这标题很耸动，集体下海，集体下海。好可爱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很浪漫哎！教练是不是都知道嘎妹哦？啊，飞不起来。可是他换大一点的伞呢？有吗？有啊。这个又更大了。对。那你说停就停住了。好，你跑回来了。太浪漫了，真的。你还在骂教练？哎，你先把那掉进水里起来，泳裤可能真的有掉。你是怎么有的？教练说：“哎，凯莉娜，你起来，你在那边穿裤子。”糟糕了！起来就摔倒。太重，没力了。起不来，因为我不能来嘛，然后我就不知道，就气成想要这样子，就是他离开了，然后他那个重心要往前，他才起得来，嗯，这样也刚也起不来，然后我往一直往后，然后我们才一出发就扑街，哎对，一出发就扑街，哎他爬怎么这样子，往前啊这样爬。这边要下了哦，我超好笑，他我衣服已经要死掉的样子。我想说教练还 OK 吗？你确定哦？他认清体力，他有一点感觉很累。安全帽不见了，他累死他了。还有炮啊！从下一。